公开一下这题哦。他说 tangent alpha tangent beta 围着方程式的两根，求这两个相加怎么算？你观察一下哈、哦，题目要求谁？求两倍 sin 平方 alpha 加 beta 加上12倍 cos 平方 alpha 加 beta， 这里怎么做？这里去观察一下，题目给什么条件？他告诉我 tangent alpha tangent beta 是这方程式的两根，行不行？老师一直在强调，只要看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的两根，麻烦你马上推个两根之和，把 tangent alpha 加上 tangent beta， 两根之和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负的一分之负三十七三，两根之积 a 分之 c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是几？一分之二十七二，需要这边行不行？好，题目是要求这个东西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题目给的条件是给 tangent 的条件，对不对？我这时候既然要去求 sin 的平方 alpha 加 beta， 那 cos 平方 alpha 加 beta 怎么算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因为题目给的条件是给 tangent 条件，我有办法去把 sin 和 cos 马上算出来吗？没办法，所以说我这时候先去算谁？算 tangent 好不好？ tangent alpha 加 beta 怎么算？它可以拆成和分子部分两个相加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多少？一减掉七，分母部分两个相乘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告诉我，分子部分两个相加是几？三。一减掉两个相乘是几？二。所以说负一分之三，对啊，算出来是几？负三。算出来 tangent alpha 加 beta 等于负三之后，来第二个，我要求sin 平方 alpha 加 beta， 它 cos 平方 alpha 加 beta 怎么算？来告诉我，我这时候我画图出来行不行？我去判断一下 tangent alpha 加 beta 是几？负三，行不行？这叫负三。负三，老师可以把它写成负二一分之三，行不行？老师想请问一下啊，这时候我借由 tangent alpha 加 beta， 我去算出 sin。和 cos alpha 加 beta 怎么算？来告诉我 ，tangent 什么号？负号。我这时候把图形画出来行不行？sin cos tangent 一三正号，负号是几？二或四。但是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时候是二还是四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是二还是四吗？不确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有一个 tangent 而已，所以说我没办法确定是二还是四。那这里要画第二还是第四？基本上随便你，为什么？反正不管画二还是四，差别就差在什么号？正负号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问题是，今天是求 sin 平方和 cos 平方啊，告诉他们一定什么号？平方加起一定什么号？正号嘛。所以说你这时候二和四随便画一个好不好？老师画到第二象限好了，行不行？所以说马上去对 x 轴做垂直，好不好？麻烦你把这 alpha 加 beta 图形画出来，行不行？这时候你看一下 tangent 是几 ？sin cos。tangent 是七，一分之三，必是定理。所以说这边是七，根号七，十。第二象限 a 轴负号 y 轴正号。今天题目求多少？求两倍 sin 平方 alpha 加 beta， 加上十二倍的 cos 平方 alpha 加 beta。所以说麻烦你把它这样带进去，两倍 sin 平方 alpha 加 beta。加上12倍 cos 平方 alpha 加 beta， 行不行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麻烦你从这斜边开始，好不好？平平的 sin 是几？根号十分之三。cos 是几？根号。所以说，麻烦你算一下，好不好？这十分之九乘二，九二多少？十八，变成十分之十八。加上这十分之一乘十二。十分之十二，算出来是十分之三十，所以说算出来答案就是七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